愿荣光归香港禁歌案将会在下个月21号审理，但是这首歌早前率先被各大串流平台下架。短短几日之后，制作团队 DGX 星期一就在 Facebook 宣布愿荣光会卷土重来，还会加多几个版本，以新专辑形式再次上架。制作团队说反对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，会尽力捍卫大家想自由选择音乐的心愿。在 YouTube Music 和 Spotify 找愿荣光已经可以找到新版本，不过在 Apple Music 就只能找到台湾乐团版。